小胖，我现在要整理欧诗曼的品，我要把这些品先排好，29号，到时候在峰峰的直播间。欧诗曼，你说的，你是弯弯的胖胖，你是小胖。啊，我是弯弯的胖胖，他是胖胖的弯弯。我是瘦瘦的弯弯。他是弯弯的胖胖，我是瘦瘦的弯弯。哎呀，欧诗曼终于来了，我自己要涂面膜。我的面膜都停了好久了，怪不得最近皮肤差了。我欧诗曼面膜之前囤了很多嘛，然后刚好用完了，已经用完了有差不多快2个月了，但是我一直没去买别的，我就想等着薅它是吧？对，就等着。我你看我之前不是问你吗？之前还不知道这个西瓜嘉年华的时候，不是问你，我说汪汪你啥时候播欧诗曼，我去薅。来了，来了，这次嘉年华就把欧诗曼安排上日程了啊！看一下开箱惊喜，我先。这个是欧诗曼珍珠置换颜玉石礼盒，这个就是那个紧致的嘛，红套盒的新品升级款，升级款。对，以前不是那个红套盒是那个紧致的嘛，对，就是然后这一次的话它是升级款，它是这次换成这种金色的礼盒，这个就是适合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皮肤有点松啊，有点垂的，它想要紧致的那种，需要用这个补充一点养分进去，给它紧紧支持一下哦。这个我到时候我要露一个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是也是换了一个礼盒，这啥？这个是哇，白白的哦，就是可以跟那个就是白，就是美白。欧诗曼对啊，欧诗曼就主打美白嘛，对，它都有美白特征的，不怕的，都有美白特征的啊。这个主打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之前我们那个乳，然后洗面奶，刚见到。之前我们那个礼盒也给它换了，礼盒换成了这个红色的，这个好看。这个是旅行照。嗯，然后这个面膜是一定要买的，我是一定要入的，就它的双膜，他们家的专利，一涂二敷，就是它的一个美白面膜，这个真的好用。这个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。这个水做那个做福利的，我就是用这个水啊，我现在就要用这个水。这个水我也用完了。这个我是没有水用的，我那天不得已我就跑到那个他的欧诗曼官方旗舰店去拍，我去买了。这个上次我带我也用完两瓶啊，两瓶都用完了，就等着这次带。它这个是有8重玻尿酸的，它就会就是补水。就保湿嘛，因为水的话肯定要保湿要补水嘛，所以说这个水是真的好用，这个到时候可以，我可以再囤两瓶。好用。这是什么呀？香水还有油，这个是不是也是新款的面膜？对，水润焕白，这个之前也没有，这个有，这个之前有，之前有吗？有，那我咋没用过呢？你要敷面膜吗？不要。我也不能敷面膜。为什么不能敷面膜？因为小孩子容易不能。哎，还有这个双重美白的，这个应该是新品，这个是新品，啊、是吧？这个跟这个不一样，这个跟这个又不一样。这个新品，这个是一涂二敷的，然后这个是双重美白的。这个我们机制里面送了。到时候我得囤，多囤一点。啊，又是破产的一天。这个也是双的，还是换成这个浪漫，嘿嘿，那个实在是不符合我的审美，我感觉它一点都配不上我们欧诗曼的气质。29号，到时候呢会在老头的直播间，那、啊、到时候大家期待一下，到时候真的面膜这些东西呢都是得囤的。这几天其实大家一直在问我说为什么。就是后台我那边看了好多人一直在催我说让我开播，我哪有时间呢、啊？你看我喉咙都成这样子了，我还有时间开播吗？我没时间开播了，然后我就不播了，反正这次就是老头这边播老头这边的就可以了，然后我就不播了。这几天没播的时候呢都在整理这些品是吧，然后该开播的时候就开播。哎呀没办法，哎呀，哎，打完这个嘉年华，我感觉我得好好休息一下。我感觉这几天我累得跟狗一样。狗比你舒服。工资2500，命比咖啡苦。工资1800，每天笑哈哈。太难了。
到时候29号欧斯曼跟大家见面，然后今天视频呢就简单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到时候不见不散吧，好吧，视频跟你们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我继续整一下屏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